的吗？所以是康熙来了害他学魔术。就是我之前曾经在这里表演过一些小小的魔术，他们就是叹为观止。我就发觉，哎，我是不是他们？哎呀，他们小 S 跟蔡康永，我是不是真的可以成为一个魔术师？对啊，所以当时是我们表现得很欣赏，对，很惊讶。后来才变得羞辱，是不是？对。魔术事业什么时候要终止啊？我没有想要终止，一直到没有出道具为止。我会一直继续研发啦，因为我跟你讲，魔术让人家惊奇是很简单，但是要让人家笑是很难的事情，我做到了。今天还有真的道理。魔术家长学魔术的是，其实你要变得像刘谦这样不是很难，有道具就可以完成了。怎么样？你要拿什么出来？没有，其实穿透玻璃，你会吗？我会啊，但是没有玻璃，我怎么穿透嘞？对啊，所以你可以手在这边摸上，没有要摸什么东西？是痒。